冰冰在《武媚娘传奇》中把武则天的角色诠释得十分到位，这次又要扮演大唐美女杨贵妃。在新电影《王朝的女人》杨贵妃与黎明、吴尊等男星一同诠释唐朝的历史爱情故事。范冰冰和吴尊在戏里有多场对手戏，吴尊饰演范冰冰的第一任丈夫，但其实这段婚姻暗藏着危机。范冰冰私下还亲自教吴尊要如何对他大打出手，吴尊还透露范冰冰告诉他，你想要把我怎么样都 OK。 到底吴尊会对范冰冰怎么样呢？观众们就拭目以待咯。人家的一切都是他的，你看我更不例外。你枉只此一生，只此一生。今天我想给自己做王者。耶稣的宣中心特别报道。